大家好，我是 ACIP 召集人李秉盈医师。全球 COVID-19 疫情尚未缓解，依据资料显示，约有 20% 的群众在感染 COVID-19 后会产生严重症状。接种 COVID-19 疫苗可以产生保护力，减少感染、严重疾病跟死亡的发生。目前优先提供最高感染风险的医师人员、防疫人员接种 COVID-19 疫苗，将有助于疫情的控制。当群体中大多数的人都接种了疫苗，将可以大幅降低 COVID-19 的传播，让大家随时受到保护，安心工作与生活。如果想了解更多 COVID-19 疫苗资讯，请至疾管署全球资讯网查询。